暮归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。观战方一手女儿村，对战方的话是凌波城。开局观战方一手四月封住对面的一个人。双方开局的话互相打的也是比较凶一点。对战方出宝宝，观战方第二回合直接是笑掉了对战方的一个愤怒。对战方这手单法的话还有伤害，伤害是挺高的。观战方丢铃铛，想摇飞对战方的一个后排。对战方丢一手钱啊，对战方这个玩家的话其实也是打得比较厉害的一些哈，我也是有关注到他的一个比赛啊。对战方的一个后排宝宝起灵能，对战方这手宝宝的话起灵能啊，应该的话最好是有个龙魂啊，是一个学单法学宝宝的话是吧，会特别好用啊，尤其是站在这个锥子位可以吧是吧，一手单秒3000，没有出法连法爆啊。观战方继续封，感觉观战方这个女郎村的话是吧，除了这个封印的话也是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啊，没有办法啊，这就是普陀山啊，不是普陀山，女郎村的一个小悲哀啊。对战方这也是单法高单秒，而且对战方高法多啊，这个伤害也是有点飘忽不定啊，有的时候忽高忽低。观战方继续封对面，再次封印中，女儿村的一个封印命中率还是没得说的啊。观战方宝宝给自己卡血人物继续出啊，观战方确定还不反击吗？如果再不反击的话，对战方是吧要赢了呀。观战方一手四月再次封住对面的一个人啊，我看了这么多的一个比赛啊，这手四月封不中对面的一个几率非常非常低啊，但是也有啊，很少很少。观战方拉顺法直接扑回去垫对面人物2500，再出法连3000啊，看一看如果这只须弥下一回合还能再出手一回合的话还可以。对战方扯飞观战方的这个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观战方死得太惨了呀。